哇！那我也想看六羊盲盒。那你抽一个吧。还有这么多榴莲？特意跑了趟市场。这是我抽的榴莲盲盒，盲箱。咱们一人挑一个，然后看谁开的肉多，开肉少的洗个月满，行不行吧？我可是做了足够的功课的，我必赢。那行吧，你先挑。认真挑选，选好了。哇！开。1646，我这可是完美的荔枝型。哇，这个太大了，1349，完美的荔枝型。剩下的榴莲也一起拆了。哇，榴莲比那兽皮还大。开出来这么多，第四个，这些就算朕的一点心意，当做520送你的礼物了。平身吧。第六个。这其他几房都不错。第七个，一箱开出来这么多。妈，那这么多肉咱们怎么吃得完呀？要不我给你做一个巨大的榴莲千层。 OK， 可以。